想要说什么？谁没了，兄弟？OK 了，我打眼了，开眼联动啊！你觉得那夜叉是凯撒路吗？一定是凯撒路啊！一定是，是不是？100%。OK。你帮我，你可以先等他，等他亮。没事，我开砍。亚炎现在不是很弱吗？打夜叉绰绰有余，要给游戏增加一点难度嘛，对不对？但我对线是屌赢的啦。这把打完可以再打一把，好吧？做棺材，七点棺材，那抽血哦。没有，我们帮你要团练了。这把打完再打一把，就吃东西啊，对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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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。你杀这鬼塔。没顺啊！交闪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有哪一招会定身是不是？没有，不会定身啊，现在是缓速，很烂。哎，赶快可以杀他，要不要？来来来，好、哦，打杀打杀打杀。等下你先让我骗他。没，我直接。不用飞你呀、啊，留个大绝啊！哎，你大刀给我，我们直接很强哎、欸。直接反大蓝吧，反大蓝吧。反大蓝吧，那么快啊，十秒。OK， 你，我刚想说月塔，他们应该是魔龙啊，来得及吗？可以，没有吧？交换吧，交换吧。来，走，吃不到了，兄弟。走，不行了，好笑吗？没人帮我护栏。应该先吃蓝的啦，我觉得先吃蓝，那个凯撒想吃就吃。那我跟你讲，算是如果我吃不到他的蓝，我的蓝也不会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们那个纳克一个人就撸掉我的蓝了，真的。你蓝血快出了，又想蹲呢、欸。完了，兄弟，我们裂开啊！真的，没事吧？看起来还好。我复活了，所以看起来还好。那他喝残血？蓝了，好笑吗？那个要吃吗？蛋在吃啊，掉了。那他蓝区？你先帮我找夜叉出来。他在下面，先吃吧，出去。快走！没事啊，不亏了。看下一波坦杀他吧。先清中。嗯。这波等你哦，等兵。好的。做不了下了，你残血。我直接推。我知道。小心坦杀你。纳克上去了、哦，他们上路小魔星呐，打野跟那个上去了。我去月塔。你中兵吧，好吧，可以收大师。哎，下路可以拆啊。你猜。你蓝要出，他蓝要出。OK， 他蓝。OK， 我可以看。你会死吗？不，可以打。
还在输出，还在输出。多惨啦！哎、欸，我会砍了好不好？砍烂呢、欸！你刚才如果飞我身上应该很脆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可以上我身嘞、欸。我上别人身会比较好，我现在没定身，有点烂。上我身，我不是一次扑一个人吗 ？OK 了。一群人啊。做凯撒吧。大魔龙，他懒，他懒来不及。算了。哎、欸，去凯撒看。他们应该是懒啊，上路的蹲，下午两只，有机会哦，你绕来上路吗？我还在蹲。再走。妈的包围！哎，他们全攻，靠背了，我的妈！没了，兄弟！靠腰哦，拉是宝珠啊！好笑吗？你都第一个上吗？当然。好笑吗？嗯，等下做个凯撒吧。那快上路！看我快受不了，你再上我，那我再扑个，你拿棒棒棒！好啦，下一波跟你配一波啦。你跳过去就差不多了、啊，它只很短而已啊，时间很短。那我不就会溜啊，我跳进去的话。确实啊，所以我说通常我都自己玩。能自己玩的啦，要就一起啦，我牺牲啦，来啦，要就一起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谁没了，兄弟？谁没了？他没出拘魂呐、啊欸！他有出，我一个打三个啊，兄弟！我有沙蛋呐、啊！妈的，用我没玩到，好看吗？笑死！干那鬼呀、啊！你玩到了！捡了一个脑，好爽！哎、欸，干！不要再让我死了！水，跟鬼一样。给你们一个赞呐、啊！没有，跟你讲，我这把死掉，都是赚到那个无形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你比如说，我跳了两次，都是先跳，然后对面吃完之后，我队友开秀。正常来说，应该是。雨中进去卖啊！我他妈去收割，真的是我跳他收割，不是啊？他们都还没打起来，你就硬上他们了，当然了。